2240呼叫。对的。刚刚报的车号是。发现该车辆。有人找到了吧？还在追啦。高亮，好高亮。该车辆目前停在明友街大汉篮球场这边哦。有发现。这个通知你家人啊。不要。今天早上6:36，在本辖一间超商发生了一起抢夺案。那本分局在获报以后呢，立即派员前往。啊，经了解呢，是一名男子到该超商购买了饮料、饭团、香烟等物品以后呢，总共价值新台币346元。啊，但是买完东西他不想付钱，店员看了这个样子以后，立即把物品收起来。该男子呢，便走到了收银台里面，抢走店员手中的物品。并且夺门而出，开车离去。那店员呢，立即跟着跑出店外，记下了该男子所驾驶的交通工具、车牌号码，打电话报警，那请警方到场处理。那本分局同仁呢，在获报以后，立即回报了勤务指挥中心，通知线上警力协助拦查该车。那在今天上午10:35左右呢，北埔派出所的同仁在大汉村的华富街看到了该辆车子。立即上前要求驾驶停车，并且在跟在大汉村民友街顺利的将该人车拦下，也发现了男子车上有早上所抢的饭团还有香烟。那本案呢，依抢夺罪将年约34岁的何姓男子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。